季安，她很可爱，是一个妹妹，然后最近很红，她呢会拍一些二婶爸爸啊或者阿嬷的家人，超可爱。温馨温馨，整人内容我来劝退，好吧？也欢迎季安。季安你好。你好，季安是做整人的东西啊。对。我曾经在节目里面讲过那话，我这一生最痛恨就做整人的东西。对，可是他整的是比较可爱的，不是那种讨厌人性的。所以我要先看看再说，好不好？来，一起来看看精华。阿爸爸，陷阱的台语怎么讲？很近，很近。尾结构，很近中。阿嬷家裡哦，你讲我二十岁，爱食吧？喂，我二十吧啦，阿爸爱烟头的哦，你几岁啊？你几岁啊？你才24岁啊？唔样，啊我18岁呢。不，那聪明，听啊！你去要创啥？啊，唔爱乖。你带伊就该塞到我的口。太水哦！哎呦！太 cute。好爱哟！好爱哟！好爱哟！成功主义呢？我决定假装这两天我去打针行了。那我就能上路哦。对。你爸爸、你妈妈给你生啊这水，啊你爸爸阿妹都无够水吗？啊头去创个阿妹，面青黄黄甲滴。啊你，你是不是看没有啦？就想要甲你跳。好，我想，我对面你我想哦。哦哇，有牛。哇，真是假的？假是很重，但整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能跟爸妈家里联系，不是不让你去整，那考虑到说真的有这个需要吗？是吧？哦，是这样啦，这不是整人啦，这是可爱，家人互动，跟家人接受。我最厌恶的就那种这个在路上时老外用那个怎么会好笑嘞？太低级了，有没有？然后有个他假装他不对，他要过马路，啊，人家扶他。结果绿灯一来，然后他石膏裹着石膏，啪啪啪就往前跑，啊，看到一个人干的爱心，这利用人家爱心，这个是不 OK 的。第二是跟家里跟阿嬷玩呢，阿嬷好可爱哦，跟爸爸。阿嬷是听说阿公已经走了，因为阿公走了，他一个人在乡下很无聊，必须要交友，透过交友。然后他就有点发春吧。你说你阿嬷。你讲你阿妈听，阿妈给你拱那个，有点拱，喜欢交友，哎，真的，就很开心啊。男网友又人好，这样做是对的。对，你们可以看，那大家有没有看到？看到阿妈突然间哈哈大笑，开心。老人家最担忧的就是无代志做，爸爸也是很配合你就对了。没有，他其实很无奈。嗯，怎么会无奈呢？因为他觉得我一直在整他。但是他最常拍就是整爸爸的，他之前有一个会有被网友骂比较多，是他说哦对，骗爸爸自己胸部变大。哦，没有，他就胸部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接近。这个是从日本那个光头，就参考他。然后我觉得我全身上下最明显就这里吧，嗯，那我就想说，哎，比较大反差去整他，这样。然后没想到他反应超大的，然后就跳起来狂奔狂跑这样。啊，了解了解，就看爸爸有没有观察到。对啦，对啊，然后在这个。状态里面让观看的人为之莞尔，主要就是这样。就有一部分的人做这些内容，你有主要目的吗？就其实我只是想要传递大家，其实跟家人的相处呢，像朋友一样，对啊，不是就像对啊，像闺蜜一样好这样，可是不是色情的，因为我对我爸没有意思，是是，对，就我跟他只是单纯家人关系，那还用说？对，那还用说？不用多解释。对啊，就他们会觉得我跟我爸有那个，我爸觉得。觉得我很好像想要跟我爸发生什么关系？没有，因为网友都会胡说乱乱喷啦，因为在键盘后面瞎喷嘛。他那个那一张照片是你跟粉丝见面了？对，不是爸爸啦，不要乱讲，就是谁？就
是一个网友，就在我就在五月二十号那天，520，我就跟每个网友都说我爱你，然后这个网友就回我说什么是爱，然后我觉得他好特别，我就跟他聊，我就发现他很焦虑，然后很忧郁，也很黑暗，好像快不行了。之后我就之后他就约我，然后就说好啊，那我们出去，然后我就跟我朋友一起去赴他约，我找朋友，因为我觉得有点不要单独，对，不要单独哦。马路如虎口，对。然后之后一整天相处起来都还蛮正常的，然后到晚上之后他就怪怪的，他就突然唱。就是我们在一个投币式的点唱机唱了一首，他点了一首歌，什么歌？他就唱了《算什么男人》，唱完之后呢，他就崩溃大哭。然后哭完之后又突然冷静下来，然后突然态度有点差，然后我就说那我还是我们先回去好了，因为我觉得他的情绪不太稳定。对对，然后他就到了他家，他就开了车门冲了出去，一句话都不说。那我就回家密他说：“哎，你还好吗？”然后他就说，他心里有些状况，不知道该怎么说，但是他很谢谢我的陪伴，让他很开心。哦，难言之隐。对，难言之隐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哎，还蛮有成就感。对对你要超美，然后买鬼去，别想去学我。